个颜色，然后呢，我身上穿的是粉色，它还有一个，这个我觉得有点粉橘，有点鲑鱼粉的感觉，对，超可爱，对，超级可爱。如果你们想要显气色好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颜色反而看起来就是更有朝气的感觉，嗯，就很可爱。然后搭我身上的这个裙子也可以，然后呢，再来就是米白色，大家最经典，然后最百搭的颜色，米白色。然后呢，这一件的话，因为它是做后棒束，所以其实你们如果说想要现在这个天气单穿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。对，没有问题哦。然后呢，再来是绿色，这有点抹茶绿，超可爱，超可爱的绿色，今年很流行哦。没错，而且这个绿色的话，其实也蛮好搭的。你如果搭牛仔裤啊，或是搭一些像今年不是很流行一样是那种米白宽裤嘛？对，棉花奶油系列的，然后就可以学小安这样子，把你的靴子拿出来。没错，然后还有一个黄色，有点芥黄的黄色。对，芥黄的黄色，这个颜色也非常显皮肤白。对，都很显白哦。对，四个五个颜色都很显白。我们近看一下它这一件，它这件是有棒束的，就是你们这样看就蛮明显，而且上面的话都有做毛料，嗯，这样子看得到那个毛。真的，你看这个就知道那个毛料是非常好的哦，非常舒服，而且它是有弹性，很 Q 弹，很 Q 弹，有弹性，然后是厚的，嗯，厚棒的，很舒服。这一件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买，而且它这一件的话，我现在拉出来给你们看。它其实呢是可以遮屁股的，对，长度很够，而且有点前短后长的感觉。对，有点前短后长，然后侧边的话是做这种开叉，所以如果说你不太会扎衣服的女生，其实你穿窄裤，稍微扎一下，旁边也会有一坨的感觉，对，它会顺下去。这种开叉的，就是扎衣服超方便。没错，而且它这一件的话又很柔软，所以你们扎的话也很顺，也不会说什么就是很难扎，或者是太就是厚到没有办法，像有一些那种里面有刷毛，那个就真的没有办法。对，你因为之后你搭这种裙子，如果太厚的，你肚子就会凸一块，对，根本就搭不进去。这件的话，真的是非常刚好，就是它兼具厚棒以外呢，它其实料子也比较柔软，穿起来是很舒服的，很舒服。我们给大家近看一下，质感超级无敌好哦，而且它的领口是做这种比较偏圆领的螺纹，然后它这个螺纹的话，会让你们在洗的时候比较不会松开，比较不会松开。然后呢，手袖这边也是做一个稍微比较粗宽一点点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是小织女的话，你要稍微折一下也 OK， 对，是可以的，是可以稍微折一下，或者你上班的时候你想要折一下也是可以，也可以的。然后我们，你看就是这样轻松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有没有？